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豪的劳文这一款《仙与仙寻》。怎么好像在学那个宫崎骏的《千与千寻》呢？有点老舍了。好，今天是5月15号，Play 商店上面看到的修仙手游吧。我看它游戏图片都是横版的啊，结果下载好打开是直立式的。那没办法，直立式就一样，来玩玩看吧。Google 嘛，然后 Facebook， 这应该是游客。哎，想看一下公告。万物被黑暗混沌所占据，盘古大神自洪荒之梦中醒来，盘古大神手持巨斧，开天辟地。就神话盘古开天呢、啊？不是神话传说，后人为争夺，就是骗骗后人的。三级狼烟四起，蚩尤部落率魔兵十万入侵，攻城略池。为对抗蚩尤，少年觉得那个画面有点暗哎、欸，他这个画面应该要调亮一点啊，怎么有点滤镜了、啊，太暗了。九州为之震荡，就是九州大陆啊。地心九代表多数啊。九州土，日本的话是八百啊。日本的一些，你看他什么八百万神啊，八百物啊，八百就代表多数。天书的召唤，进入九州世界。好，可男生可女生，然后这种妖娆的身体哦，妖娆。男生也是妖娆啊阿姆踏入仙途，游戏下载次数1000而已这种游戏有脸书，对，果然有脸书，我再把它贴上去好了，还没有去脸书看呢、啊。没什么宣传的脸书，就是个位数按赞追踪啊。Facebook 就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地方，你没有花钱宣传，它会有什么流量哦？这种玩法、哦，这种战斗模式，战斗好大声啊！就是音效好大声啊！这种模式通常都是女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些二次元那种例会啊，西方的那种女神，然后就会有大全身的例会跑出来，然后有个头像在左下角，然后放一下技能这样子，他还把它模仿过来，把它改成仙侠的，每个人站姿都是这样，有一个 S 型，有没有 S 型？旁白已经没有旁白了、啊，好，起码它是比较偏那种他们所谓的国漫风吧，就是仙侠国漫风，不是那一种比较免洗那种金光闪这种画风，我 OK， 我可以接受，我觉得 OK 啊。就比较偏二次元嘛，但是其实他们的二次元也是学日本啊，学日本的日本那些动漫啊什么的、啊、那种画风啊像日本有自己的风格嘛，那美漫就是有美漫风啊，美漫自己的风格比较偏写实这样。像港漫的话，以前也是学那个美漫，然后慢慢的就走比较偏水，有那种水墨的感觉。就比较小声哦，因为我现在设比较小声，因为那个它的音效有点大声，所以我就干脆小声一点好了。好，抽卡一下。无私天火，神鸟必方。新神魔。必方妈啊，必方，因为它是毛笔字啊。
连在一起啊，没错，毕方，毕方是谁不知道？因为有些都是《山海经》啊，这个玉兔大家知道吗？都会有啊，就是嫦娥奔月啊，吴刚伐魔伐什么的啊，上面会有玉兔啊，就是。人类真的有登陆月球吗？很多人都说那个影片造假嘛。以前美国登陆月球只是一场骗局而已，世纪大骗局。你可以去找那一种 YouTube 解说哪些破绽，但是都有一一出来澄清为什么会这样。比如说什么国旗怎样啊，阴影怎样，他们的那个美国国旗怎样啊，然后阴影怎么样啊，那他们离开的时候是谁拍摄那个影片啊，就是登陆之后不是要离开月球表面吗？那离开月球表面又有一段影片把它拍着它离开吗？魔杖尽除。那最近好像听说又要再登陆月球一次，欸，听说啦，新闻好像有爆一下吧。好，老样子哦，因为有音效，有音乐，但是比较小声。原因是因为它的音效实在太大声了。欸，我在这里耶，哈姆，小小一只，这个是我嘛？然后我们现在配置三个女神，我就说她是女神玩法，啊，女娲四福，欸，是女娲还是女娲？应该是女娲吧？对不对？这个很像娲。天火，魔杖尽除，直接秒掉。表现最佳，仙道之巅，像这种仙侠我 OK，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啦，就在我时间允许下我会想要玩啦，啊，没有那么金光闪闪，然后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一直无聊点点点点点，然后在地图上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，一直打怪一直打怪一直打怪，像这种就比较悠闲一点。这个比例有够高了，你看正常人这么这个身高应该220-230了吧，超级高，超级高。我们来看可不可以调整那个音，大部分手都是有开关而已啊，这可以开，这可以设。竟然还有聊天室，真的假的？跨服哦，不过他这个没有时间啊，所以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讲的。我可以把那个音效稍微小声一点，那我们这个稍微大声一点，这样就会比较听到 BGM， 然后音效到时候也会比较小声一点，这样就比较能接受。这边有装扮，玉兔，应该只有头像而已啊，对啊，头像框、气泡、称号，我以为是这个装扮呢。兑换码、装扮公告，公告刚首页有，但就直接跳进来了。这个是防骗公告啦，这个大家应该要知道吧？开服公告在这边，新服失恋七日登录，新服重绑。脸书不知道有没有序号，然后这边有一个300抽，现在手游都要送个几百抽啊，1024抽啊，2024抽啊。300抽啊，500抽，1000抽都要送一下。防骗公告就是不要乱加 LINE， 好不好？这样就没事了。只要扯到钱的、汇款的，一律不理他们。你都还没有拿到钱就叫你汇款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好，这边有在线奖励，推图。保送六星神魔，身心福利。你看这游戏很悠闲，我就会慢慢点。那这个聊天室我不喜欢这种气泡型的，有时候会点到。但是它这个就比那种在下面一直有跑马灯的又好一点点。世界地图点的没反应呢。
比较慢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云州啊，哦，云州。温州大陆夹苏扬文，听得懂吗？以前那个云州啊，云州大侠史艳文，大儒侠，是不是你云州啊？小时候那个布袋戏啊，神魔殿。布袋戏很厉害啊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还是有很多那个观众在看。不过那个比较算是次文化，一般人接触不到，而且它都是变成采用录影带出租店的那一种模式，就是电视上你平常应该是看不到，以前电视还会演，后来就没有了，改成那种录影带出租。现在可能也没有录影带了，可能是 DVD 吧。我不是那个群主的，我不太知道。啊，万界，然后都没有一之四主线任务在这，他也没有出现手指啊，我最讨厌那一种，我不能说最讨厌的，我比较不喜欢那一种手指一直这样点点点点点，那就一直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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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都不知道在点什么，你都傻眼了。无私天火。是孤身一人。啊，鱼兔，这个不会动，可恶！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比翼双飞啊，好不好？那个只羡鸳鸯不羡仙啊，结果鸳鸯是到处搞外遇的一个鸟类，一点都不专情的鸟类，大家知道吗？鸳鸯啊，好蚩尤，一夫当关。万夫莫敌，万夫莫开。乐往悲生，半圣神通，一切只为众生平等。青龙竞价，飞黄浮躁，烈武干戚。好，刑天，共工水神日日，还是火神共工？我不知道，水神火神。久别了，让天地举头三尺有神灵。善恶祝融丝火，千钧汉哦，祝融是火嘛，那水神是共工没错、啊、千钧汉这感觉都是上古人那种传说啊。心若昊天，力向这雷火，他的力会做的是还不错啊，是月尊，但是就女生的布料就太多了，没办法，唯吾永恒。如果想要玩那种女神的话，就要玩西方的啊，西方女神啊。好，我们挑战一下吧，还是很大声哦，这个音效还在调一下。天火魔杖尽除。哎，我还没练哦，尽是像梦魇吧。好，蹦蹦蹦蹦蹦，第三次还没出来就把他们干掉了。领取奖励啊！第三只是玉兔，是不是？这只没有 life 而已、啊，成本考量没做，或是他那个位阶不够高。这游戏的位阶不知道，刚没有看，没有认真看。嗯，我点了，但好像略卡，没点到。昆仑虚，毒瘴弥漫，继续前行。哦，有一个类似地层的这种图片，也不说图片啊，地图、啊。往前前进，然后可能会有些事件啊，打怪啊。赐符，炼气二阶。天火。那边可以。调倍数。调倍数就不会含语音了吧？因为已经加速了。在韩语会很奇怪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讲话变成两倍速讲话就会很奇怪。我们就继续玩这个冰封废墟，有点卡，还不知道是卡什么、啊。他在背景给我下载嘛，我这边有那个刚说的嘛，十天登录送100抽，三期累计送300抽。今日赠礼，
好，炼气三阶，然后哦，地玄玄，天地玄黄啊。无私天火，神鸟必。那变成说，理论上这个可能比较不会有 life 第一，但是这只就这一只有一只没有啊。啊，不够了是不是啊？二四级，你也是孤身一人吗？不够啦，不够啦，不够啦，这个不够了。何时才是？这可能是经验值啊，这可能是类似游戏的金币吧。这边我有十二万啊，这个应该是钻石。我看到他在给我下载了，这里很小，我就说那个游戏有点略略卡顿，应该是在偷偷下载啊。就是玩手游的经验呢、啊，有时候刚开始玩，为什么会卡顿卡顿的啊？啊，你也没有看到他在下载，他在背景下载啊。他有的会跟你讲，像这会跟你讲，那有的他不会跟你讲，那你就会觉得，怎么卡卡的？然后我以前都觉得，是我模拟器问题吗？还是他的问题？然后现在看起来就是在下载啊。下载的话效能不太够嘛，这边要继续探索一下。好，继续前行，然后第二层，然后有一些事件嘛，就探索一下，有可能是获得资源啊，有可能是要战斗啊。好，这边又捡起树枝，驱除这个什么什么瘴的魔瘴哦，雾瘴、毒气、毒瘴。鹿，我现在两倍速，所以没有那个语音的。好，这边有撤退功能，继续前行。不好，主人当心。我帮大家配音一下，西皇母西皇母为什么在这个？这边有个小 boss， 那要宝箱啊，继续往前。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哈，60%进度啊，觉得还可以啊。这游戏就修仙的手游，然后没有那么放置，没有那么免洗的、啊。毕竟这种战斗模式比较常看到，就是国外的那种女神啊，什么女武神叉叉叉女武神叉叉叉女神那一种游戏啊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，拜拜。